彰化县110年寒冬送爱关怀无碍春节慰问系列活动21日正式启动，县府汇聚县内人力、物力与财力，为弱势民众及机构提供物资及加菜金等，使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，帮助弱势民众及其家庭平安过好年。春节即将到来，彰化县政府整合各项的资源，一起来关怀我们弱势朋友。那我们相关的服务呢，24小时是不打烊的。那包括生命线啊，包括我们的这个家暴啦、等等的部分。那另外的话，我要在这边特别谢谢我们同乡会，我们很多的企业朋友、慈善单位，大概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。那在这一次呢，我们也募集到1000份的这个年菜。那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们转由我们的社工、我们的志工朋友送到府上给我们这些弱势朋友，让他们也能够呢，有顿休糖哦，过好年。那也要谢谢非常多的这个善心人士、企业界，那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哦，那共同集资的有500多万的一个这个现金，以及呢非常多的物资，我们会把它用在需要帮助的人的身上，让他们能够感受到社会对他们浓浓的这个关怀的一个这个意义哦。那在这边再一次的谢谢所有企业、所有的慈善朋友，我恁来出路追、开路追，继续看到千千满满杯。那在这边，因为疫情慢慢的在加温，还是要拜托我们的乡亲伙伴们，大家都能够勤洗手、戴口罩、保持社交距离，让我们一起度过这个好年。今年约有超过60个企业与慈善单位捐助约500万元善款及民生物资，另外生人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及全国丽园大饭店共同捐赠年菜超过1000份，将由社工亲自送交给需要的家庭。高兴今天能够有这个机会，社会处给我这个机会，能够继续的一直做善事，然后能够希望大家行有余力啊，能够抛砖引玉，然后把这个爱心、这个付出、这个平台越做越大，这是我最大的希望。最后也祝大家身体健康。那个做善事最开心的是什么？看到人家的感恩心，看到人家的欢喜心，施比受更有福。你在这边，我想跟会的所有来宾哈，就想说我心里的感受。虽然我并不是把它吃的、用的、穿的、喝的，可是我们把它种到有意义的身上去，那后面的社会处就辛苦了，要配送这些的资源哦，非常的庞大。你不是送去他这里把它联络出去什么，所以这很辛苦的第一件事情。这些能力啊，现在付出的是比我们这个年菜还多，这是第一个，要谢谢社会处啊，团队。彰化县寒冬送爱关怀无碍春节不打烊系列活动，展现政府与社会的关怀及温暖，期望借由活动抛砖引玉，呼吁社会大众行有余力之时，一起加入助人行列，让爱心温暖照亮社会的每一个角落。公益频道许维珍、林义俊彰化采访报道。